哎，你也答了一份？我答了一份，就是在来之前答了一份。对啊，我刚刚进这栋楼就给了我一份试卷。我跟导演打了个赌，我说我如果在90分以下的话，我请200个导演一起吃饭。哇，考我啊 ？IQ 考卷。哎，有草纸给我吗？他让我干嘛呢？这个题，这个题没有题目的，只是字母啊。哦，是找规律是吧？1360问号，这题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，我不知道他让我干嘛。逻辑角度，跟逻辑有关系的题，它有正确答案吗？应该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吧，答案。老师收卷。你今天答完之后，觉得自己能达到多少？90分往上，好吧。敢不敢打赌？我先告诉你，我们导演组有200号人。赌什么？你输了，请我们吃小龙虾。但是大师告诉我，我不适合打赌，但是我愿意跟你们赌。请约成功。好的。我小学的时候的章。我这个感觉赌注很大的，赌的好大，赌很大，这感觉输的概率很高啊。现在有点后悔。我已经把钱包都藏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黄卷鱼先生的 IQ 测试卷的分数是。92，异于常人。90分往上。如果你要给自己打分，会打100分，100分。